何何风，我哋揾到咁掂。我何风愿意娶康雅思为我合法妻子。得到这么多，怎么感觉未快乐？走得这么近，是否真正没隔膜？开心这么多。 为何活着如幻觉？难聚拥抱，行巨歌，然后又怎么？我唔理你点睇佢，佢都系我太太。要走嘅人系你。如果可以帮我救好 Terence， 再尽到方法，我都肯去。你死你事，我可以将你宋世文打得低。 亦都有能力将我自己嘅仔扶起嚟。我最想睇清楚，我眼前面嗰个人系咪我认识嘅爹哋？我话你知啊，唔单止 Terence， 就连我都对你好失望。你唔单止系亲情，连埋 Marissa 嘅友情，你都牺牲埋，系咪？Marissa， sorry。 咁多年啦，从来冇人，我到今日先同你讲呢句说话。我何方先能得冒运？如早已预知的后果，如何爱清楚？日落提示分针下的岁月如梭。若果继续这样傻，我都失笑感触我。 看着是日过，我还在等什么？当你冇办法改变现实嘅时候，我唯有接受咯。你仲喺我面前讲大话？如果我喺早知，会勾佬，我唔会等到今日先打佢啊！你当我咩人啊？你当我傻佬啊？我话你亲生仔嚟噶，我叫你走啊！我只系想求自己清醒。 清楚知道自己系个咩，系咁多，但要放低嘅嘢已经放低咗。